把你放在一片魔毯上，这片魔毯有着深深的爱以及幸福，你要相信，相信这片魔毯，它能够给你带来的幸福以及安全。在这片魔毯上，你可以舒适的躺着，它会深层的保护着你。相信，相信魔毯，你是幸福的。偷偷告诉你，魔毯会飞，但无论魔毯飞得多高，你是安全的。这片魔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，今天魔毯要带你学习并且享受那份自在。当中具有的元素，那又为何自在会离我们那么远呢？环境当中的恐惧，对于自己的不信任，好多的黑暗，让我们忘记了自在的元素。让我们今天一起找回那份自在吧。魔毯，要飞了，慢慢的上升，慢慢的上升，其实你是开心的，这份开心是送给魔毯最好的礼物。魔毯的真实性，真心实意，只为了要传递爱与幸福。当你开心了，他就感受到那份幸福。魔毯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，带你进入了宇宙。其实进入宇宙就像出国一样，
你到了不同的国度，去享受那份自在。在不同的国度，你可以吸取到不同国度的元素。魔毯，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四方的盒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要越飞越快。你看魔毯多么的贴心啊，他知道你害怕掉下去，魔毯为了你变魔术了。就在那盒子里，魔毯越飞越快，越飞越快。忘掉一切吧，就只有享受在现在的飞翔，好满足啊。在宇宙当中，你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星球，曾经也是你的家乡。当你急速飞过，你与最原始的自己所流失的元素汇合了，你越来越饱满，开心吗？你的魔毯好开心，你的魔毯好幸福，魔毯在你心里，它不会离开，它始终陪伴着你。我们要回来喽。当中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飞，好厉害哦！哈，我们常常出去玩，好不好？